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非常欢迎来到天津德云社观看我们今天的相声大会，精彩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。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相声《论梦》，演员者董霄元、刘江，有请。谢谢大家热情洋溢的掌声啊！哎，感谢大伙儿啊！当然了，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！这你看，谢谢大家，多热情啊！哎，大家喜欢听相声，对，德云社的相声大会就算是正式开始了。是，我们这是头一场节目，哎，第一个呀。其实说实话呀，啊，不喜欢演第一个，为什么呢？比较困难。哪困难了？你上场能发现了？发现什么呀？好些观众还在找座位呀，哎，刚来的嘛，点茶水呀，嗯。聊天啊，是打电话呀，从厕所刚回来呀，嗯，观察真仔细，比较混乱，是吧？不着急啊，嗯，您得慢慢的进场，我们慢慢说，您慢慢听，哎，头一场的作用就是暖场，压盐的作用，没错。而且来说呀，嗯，您上这儿听相声，跟您去那个饭店呢吃饭。也差不多，这哪儿一样了？您平常去饭馆吃饭啊，菜单拿过来，点吧，啊，点菜嘛，点了好些菜，嗯。最先上来的呀，都是小凉菜儿，哦，小菜儿居多。目的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让您清清口啊，开开胃。对，胃口打开了，食欲出来了，嗯，吃后边的好菜。哎，吃好的大菜。啊，刚说了嘛，跟听相声一样。这哪一样了？哎，我们哥俩头一场啊，啊，咱俩就好比是那个小凉菜儿。哦，咱俩是小菜儿。哎，咱俩是什么小菜儿？好比是那个什么呀？拍黄瓜。哦，啊。来一个水煮花生，呵，素食锦，嗯，啊，山楂干，呵，开胃的小菜儿，嗯，您听的差不多了，嗯，您听后边的大菜，哎，后边有大菜，有好菜，好菜在哪儿呢？都在后头备场呢。那什么时候上来呢？哎，等我们哥俩鞠躬一下台呀，啊，那些个焖王八呀，啊，啊炖甲鱼呀，王八蛋呢，嗯，就全上来了。哎，我们后台都是王八。哎，别胡说啊，没有。胡说啊！你瞎里别瞎说，就说呀。好演员，比喻，嗯，有这个营养价值的大菜。对，您是看人家来的，嗯，我们心里明白。嗯，您还想看那些个大演员？比如说呢？您想看谁呀？哪位呀？您想看看郭德纲啊？郭老师。于谦呢？于老师。岳云鹏啊？嗯。张云雷呀？嗯啊。哎呦，他的粉丝。孟鹤堂啊？哎。长龙啊？嗯。您想看人家来的？哦。对不对？他们都是大演员。好演员。我们都是小演员，哎，小学员，没有名气。对，你也有认识的，嗯，也有不了解的，这保不齐。怎么办呢？啊，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啊，咱认识认识。从我开始啊，您，我叫董霄元，嗯，哎，你得给人点时间，有点尴尬啊，是吗？这是我的名字，嗯，旁边是我的搭档，对，他叫刘江，是。哦，哎呀，谢谢谢。哎呀，我没那么尴尬。您听见什么了呀？哎呀呀！您那眼子该洗洗了，您这个。这叫什么话？我是逗哏的，他是捧哏，您给他过，您听过，您再来一次哈。我叫董霄元。哎，还有不同的声音。有机会不会把握是不是？怎么的？最后一次啊！最后一次，一定要配合好哈，给我点面子啊！我叫董霄元。哎，更齐了。他叫刘江。啊，自取其辱，告辞。嗯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干嘛去？欺负我？跟您逗着玩儿。哎，名字是一个代号。对，说出来你也不一定记得住。哎，对，是，都是郭老师给的名字。对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那么八科。我叫董霄元。是，他呢也是霄字科的。哎，我也霄字儿的。他叫刘江。对啊，就是那么巧妙。哎，对了，您有常听德云社的，嗯，您知道一个事儿。知道什么呀？我们这个队伍叫德云五队。对，德云社分九个演出队。哎，九个队，分别是德云五队。嗯，等等。哎，等等，就不说了是吧？跟别的就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？我们都是从北京出差来到天津。是，但五队特殊在哪儿啊？哪儿特殊了？有一半都是天津本地人。哎，天津人居多。您熟悉的谁呀？靳鹤兰。啊，朱鹤松。对。
张鹤晴、刘鹤安、刘春山老师、都是天津本地人啊，本地的。我也是天津人，哎，来自美丽的宁河。你说那边干嘛呀你、我跟您介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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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会儿我这话筒太快了。宁河怎么了？宁河不属于天津吗？也在天津。你给划出去了？我没给划。就宁河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弄死我你！我没那么大脾气，对不对？也是天津人，对，李和彪附体了，这是对不对？来这演出，心里也高兴，高兴什么呀？心里也激动，哎，开心嘛！回家演出了吗？在家里边。而且来说呀，我是天津人，他是那个山东人，哎，对，哎，私底下都得去研究，研究功课，跟这个籍贯没有任何关系，是，都得好好的下工作，哎，好好学艺，用功，对，去研究。嗯，其实相声演员来说，不光研究相声，还研究什么？什么都研究。比方说呢，看见什么研究什么。哦，什么京平方月、天文地理呀、嚯，都得研究，都得涉猎。最近我喜欢研究什么呀？研究做梦。研究做梦？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。哪本啊？哎，周公公解梦。嗯，我一看这书，就这个太监来说，干嘛呀？什么叫太监？您买的准是盗版的。怎么了？人叫周公解梦。周公解梦，嗯，说了有那么几个小谜题啊。嗯，说这个怀孕的人呐 啊梦见小小子，嗯，不好。怎么呢？要犯小人。哦，犯小人。但是啊，啊，梦见小姑娘好。为什么呀？有贵人扶持。哦，恰恰相反。哎，哦，如果说梦见去这个掉粪坑里了，这个能发一笔横财。哦，这就发财了。哎，如果你发不了横财，怎么样？你也能吃饱了。哎，是吧？我就吃那玩意儿啊。哎，说上这个月亮上摸一把去，这个能当皇上。嚯，各位啊，我梦见700多回了。那您还说相声呢？嗨，不灵，这美好的寓意。问问你啊，做梦怎么回事？做梦，做梦这我知道啊，做梦就是肾虚。谁告诉你的？烧饼告诉我的。他教我的，别胡说八道。兄弟，做梦就是肾虚，谁告诉你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哪儿不对了？做梦啊，就是脑细胞没有完全的休息。哦，哎，把这个过去啊、路过的影像啊，再重新导一遍。嗯，这叫做梦。哦，这么个事儿。另外来说呀，您没见过的地方，嗯，没听过的事儿，您梦不着，是吗？哎，嗯，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？男不梦运，女不梦虚。就这道理。我问问您啊，嗯，这我不知道 啊这先问这个女不梦虚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女不梦虚啊，啊，女的做梦梦不见自己长胡须，是吗？没注意吗？我还真不知道。这么着吧，啊，拿您举个例子行吗？啊，可以啊。您呢？啊，您爱人。哦，我媳妇儿。哎，晚上睡觉了，嗯，哎，正睡着呢，做梦了。哦，梦见自己长胡子了。哇，好，越长越长啊，越长越旺啊！当时，哎呦，哎呦，吓醒了！你看，是个梦啊。嗯，接着睡吧，睡吧。第二天上班去，嗯，跟人聊天，聊到这事儿了啊。哎，大哥，昨天晚上我做一梦，嗯，太稀奇了。怎么呢？梦见我自己长胡子了。跟人分享一下。好，越长越长啊，越长越旺啊。没一会儿啊，嗯，跟我这个护心毛都连一块儿了。护心毛。你还不信呢？啊，不信你看看。我媳妇儿也太开放了，有这事儿吗？没这事儿。哎，女不梦虚，那什么叫男不梦孕呢？男的做梦梦不见自己怀孕生孩子。哦，这您给解释解释。哎，拿您举个例子行吗？嗯，不行。嗯，你拿我举例子我就吃亏。拿您举不行。说你，你，你，谁说我？就说你，行吧？哎，说我。嗯，我晚上睡觉我做梦了啊。梦见自己啊怀孕了。呵，坏了。怎么呢？不知道是谁的呀。呀哦，这麻烦了。麻烦了 啊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大啊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个疼 啊怎么办呢？嗯，打那个急救车呀给我就拉医院去了。嗯，拉到这个手术台上。嗯，哎，拿过手术刀来啊，划一小口。嗯，抱出一个3斤半的大胖小子。哦，还是儿子。我这儿子有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随风长。怎么讲？越长越高啊，越长越胖啊。没一会儿长一个1米7大个，站我旁边给我捧哏。哎，这还是我吃亏。有这事儿吗？没这事儿。哎，男不梦孕，女不梦虚啊。这么讲，没见过的您肯定梦不着。哦，但是啊，嗯，也有特殊情况。怎么回事呢？前些日子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哦，太吓人了。
梦见什么了？那天下了班，演完出啊，骑那电动车回家了。嗯，开开门，啊，洗脸，换拖鞋，换睡衣。嗯，喂王八，喂王八，怎么了？养小宠物，哎，我喜欢小动物，哦，养了几个小王八，啊，都睡着了，嗯，嘿，起来，嗯，起来，嗯，来，睡吧，嗨，多缺德，这为了玩嘛，对不对？瞎逗了，躺床上啊，我就玩手机，嗯，没一会儿啊，啊，正在我这个三睡不睡的情况下，是，您等会儿呗，干嘛呀？什么叫三睡不睡？那应该是四睡不睡，坏了，怎么呢？我偷睡漏睡了，嗯嗯。哦，正在我这个午睡不睡的情况下，怎么又午睡不睡了？我拿这睡补那睡呀、啊！哈的，跑这上睡来了。正在我这个刚要睡着，还没睡着的时候，嗯，我听见我们家门开了啊，我、哦、门开了啊。有时间告告油吧。哎，门开了。嗯，刮过一阵阴风啊，阴风，闪出两个人影来。啊、嗯，两个人有特点。什么特点？一黑。一白啊啊嗯，张九龄、王九龙是，没听说，没听说，看我来了，没听说，没拿东西呀、啊嗯。张九龄、王九龙上你们家串门去，一黑一白呀、啊，一黑一白有什么特点没有、啊？我仔细一看 啊，等那个烟雾过去之后啊啊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什么了？黑的呀啊，穿了一身黑，一身黑，戴一个大黑尖帽子啊，拿着那个哭丧棒哦，白的、啊、穿一身白。戴一大白尖帽子，呵，拿着这个锁链，这是黑白无常啊！这是电视里见过呀。对呀，索命来了。是啊，过来跟我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你叫董香元呢？直接知道你名字，签名啊？哎、一会儿啊排队，什么不着急？没听说吧？是找你要签名的吗？也没搭理我。嗯，阎王爷有请。哟，嗯，阎王爷啊，不去。走，我们没交情。那谁跟他有交情啊？你认错人了啊？不是我哦，姓董的啊，99%都叫董霄元，是没听说过，你肯定认错了，那就是找你来的，错不了啊。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在德云社跟一个叫王八蛋的刘江说相声？这叫什么比喻？我说对，这他承认了，提你的职务了，我玩王八蛋、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你啊，错不了了。嗯，架着我锁好了，嗯、啊，腾楞一下起来了，这就起飞了，往前飞呀、啊。啊速度快，多快呀？8万多迈，嚯，就超速了，飞了半个点儿。嗯，到了一座城池，嗯，上写三个大字，写的是丰都城。哎呦，这是鬼城啊！哎，围着一圈护城河啊，正当中啊有一座桥哦，有一个老太太啊，给过去的行人呐、啊、发豆汁儿、发豆汁。这老太太特别没听说过，没见那发嘎巴菜的什么。有发豆汁儿的吗？啊，您说那是奈何桥啊发的那个人啊，叫孟婆哦，孟婆汤吗？发孟婆汤 那是孟婆汤啊。对呀，孟婆汤什么作用？孟婆汤就是喝完之后啊，就忘记前生所有的记忆，转世投胎做人，忘记今生，对，投胎转世，没错。到我这儿来了，嗯，盛好汤了啊，哎，喝汤，让你喝了的，小伙子，嗯，这辈子干什么的？我问问你，我说我呀啊，是一个相声演员，还挺骄傲。不用喝了，怎么呢？说相声的永世不得翻身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狠呢？不让我喝啊？你让我喝，我也不喝。怎么呢？好，我这辈子啊，背那么些贯口，那么多段子，啊，那么多京剧，嗯，我全忘了。是，不喝，还挺敬业。呸，还啐人家。不喝，嗯，行，不喝进去吧，我进去吧。到了丰都城里头啊，嗯，里外各不一样啊，里边是阴森恐怖啊，哦，正当中啊，啊，这是一口油锅，油锅也点上柴火啊，冒着烟，嗯，锅里那个油啊冒泡，咕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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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油都开了，哎，有那个小狗给犯人插挑油锅，那是下油锅吗？这是有把一个人扔里头炸的，嗯，有把两个人放一块抻长拧成麻花炸的。有把一个胖子拍扁拉三道扎的，呵，给我吓坏了。您是没吃过早点吗？早点干嘛呀？这不炸油条油饼了吗？什么油条？炸活人、哦、活人也这么炸？就这么炸，呵，给我吓坏了啊！我正看着呢，嗯，小鬼说话了，说什么呀？别看了啊，待好了，我给你禀报阎王爷去。他进去了，嗯，我就开始想了，想什么呀？阎王爷找我干嘛呀？那能干嘛呀？找我说相声，这说相声，对，我就会说相声啊。嗯，可是我不会单口相声啊，
我得把你弄过来。嗯、我不去、啊，我不去。你说你不去啊？你早到了。嗯，我怎么去了？那蹲着呢。啊，我说酱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别提了。今儿早起呀、啊，开着我那豪车就出来了。豪车，我那个七手的奥拓。对，那叫什么豪车呀？就开出来了。嗯，我正开着呢，我发现了。发现什么呀？道边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一个人呢啊，倒着骑摩托，倒着骑摩托。这有点意思啊，没见过呀。我正看着呢啊，前边一孙子来急刹车，嗯、啊，我没注意，咣，给我撞过来了。好嘛，追怼死了。我说你也是。你看你开车好好开不就完了吗？分神了吗？别老瞎看。就是你过来不要紧啊。德云五队啊，谁跟你关系好？那是四哥曹鹤阳。对呀、啊、喜欢你、啊、是重视你。对呀、啊、你过来了啊，能不想你吗？他也得心疼。没有您这样的。真是的。要四哥您也来了啊？他怎么也去了？你怎么来了四哥啊？别提了兄弟，倒霉呀。倒霉在哪儿啊？今儿早起呀，开着我那个破夏利就出来了。他也破夏利。我正开着呢，嗯，哎，我发现了。发现什么呀？道边啊啊，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一个人倒着骑摩托。嗯，他看得一像。我想这有点意思啊，我想踩一个刹车好好看看。啊，后边一孙子没注意啊，追尾。好好，给我撞过来了，这怼死的。我四哥啊，你看见没有？嗯，那孙子在这儿呢。那、哎、哈，我是那凶手。四哥，您也是。嗯，您这么大人了，什么没看过呀？可说呢。你过来不要紧。嗯，您跟我们队长炳哥啊、嗯、搭档快十年了吧？十多年了。十多年了。嗯、你过他都没法演出了。是、啊。没有您这样的呀。可说呢。炳哥，您也来了。炳哥也去了。炳哥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不有一摩托车吗？今儿早起天凉啊啊，我把大衣呀、啊、反着就穿上了，拉链拉在后头了。我、哦、这么个倒骑摩托呀，我正骑着呢啊，旁边一个破夏利，嗯，一个破奥拓追尾，嗯，给我撞道边上了。好嘛，当时没死，嗯，只是昏迷。那怎么死的呀？有两个缺德老头给我救了。你救你还骂人家啊？老头过来了啊，哎呦，车祸呀！啊，太惨了，两个车，哎呦，尤其这个骑摩托的啊，脑袋都撞那边去了。嗯、那是撞的吗？一个老头啊，胆儿大啊，颤颤鼻息啊，嗯嗯、啊，有气儿还能救，咱别闲着了、啊，咱救救他吧，赶紧救吧。你掰腿啊，我掰脑袋，一二三，走！哎呀妈！哎呀！啊，就那么一下烧饼改麻花了，你看我就过来了啊。饼哥，咱俩谁也别说谁了，嗯，好好待着吧。可说呢，正待着呢啊，小鬼回来了。哦，别聊天了啊，进去进去。阎王爷有请。呵，我们都进去了。嗯，阎王爷在台上有这么一台吧啊，我们在底下站着。嗯，阎王爷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嗯，你们都是阳世凡间臭说相声的吗？臭说相声都给我跪下。跪下，我们胆小啊啊，都跪下了。那害怕呀。有一个人不跪。谁呀？烧饼。他为什么不跪呀？我不跪。凭什么呀？我是队长。那有什么权利呀？我是队长，我不能跪啊。我说饼哥啊，咱队都快没了。嗨，那队长都没了。那不管啊，我是队长，我不能跪啊。阎王一听怎么着，嗯，哪来这么一队长啊？是啊，不跪啊，打他。这挨打。小鬼拿那个狼牙棒，嗯，冲他磕膝盖来这么一下，嗯，您再看他跪下了，趴下了，哎，使劲使太大了，劲使大了，嗯，阎王爷接着训话呀，嗯，都臭说相声的啊，啊、嗯，整天是打神骂鬼，胡说八道，嗯，今日本阎王将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这么狠吗？你们可有话讲？哎呀，我们不敢说话呀，那害怕呀，队长都死过去了，那嗨，那打晕了就，他胆大。我怎么呢？站起来了啊！要跟阎王爷呀讲讲理，我跟他聊聊。你说话了？我怎么说的呀？说了啊！报告阎王爷。对，我话要。哎，您回来吧。他们这个窜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您等会儿吧。我干嘛女里女气来说嘴天津话呀？你走心眼了。我走什么心眼了？大伙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说相声的啊，男的居多，大多数都是男的。说普通话。对呀、啊。你这娘们唧唧一嘴天津话啊，以为给你抓错了呢。
哦，让他误会误会，就给你放回来了。我这多聪明啊！我们在桥俊强，咱不一块回来了吗？好啊，你说话了，我怎么说的呀？啊，告阎王爷，哎呀，我有话要说。嗯，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，都是传统相声。嗯。老先生怎么说呀？啊，我们怎么听？嗯，人家怎么叫啊？我们怎么演？嗯，你要觉得我们这个不高雅呢，您找那些个老前辈去。嗯，您找那些侯宝林呢？马三立呀，郭荣启呀，是刘宝瑞呀。啊，再者来说了，他们不都在您在这儿了吗？哎，是，他们到了最早。阎王一听，这个娘们说的有道理呀。哎呀，这就给我定了性了。行吧，死罪一免，活罪难逃。怎么讲啊？下辈子别当人了。那当什么呀？当王八，这就成动物了。来人呐！搭上来。搭上什么来呀？四个王八盖子啊，三个写的公，一个写的母。怎么还有母的呀？倒霉倒你身上了。为什么呀？报告阎王爷。好，让他拿一母的，来一母的。他们仨真快。怎么呢？一人钻一个公，王八盖子爬走了。我们多机灵，投胎去了。就剩下我，还一个母王八盖子。嘿，阎王爷啊，这我变不了啊。你怎么变不了啊？这母的呀，母的你得变。我母的我就不变，就得变。不变，不变，打他又要挨打。小鬼拿那狼牙棒啊，冲脑后刷咔嚓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疼哦。能不疼吗？哎呦，我这一疼就哎，我醒了。这就醒了。我一看啊，我没变。哎，我们也没变。不能，我养那王八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我是队长。他变了。这世界很酷。